今天阿紫莫敲核桃，给她做点好吃的，给她补一补。阿紫莫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人怎么这么少啊？吃饭呢？对。那你还不吃饭啊？我还不饿。还不饿啊？那你吃什么今天？泡面啊。嗯。泡面能吃得饱吗？能吃得饱，这不方便吗？方便啊。你还没吃吧？我还没吃呢。走。等一下一起吃。你泡面够我吃吗？我再买一桶。走，你先停一下，你出来一下。啊？你先停一下，出来。没事，你出来嘛，出来，走。叫我干嘛？叫你过来吃好吃的。嗯。我给你弄弄。我太麻烦你了吗？没事啊。我吃泡面就可以了。那泡面有什么营养啊？来，这个赶紧趁热，走。啊，谢谢了。没事啊，走。看你一天这么辛苦，合不合你胃口这个菜？嗯，特别好吃。特别好吃啊？那多吃点啊。来这个虾。这些都是你做的吗？对啊，我自己做的。这么厉害。没有、哎、你一天辛苦了，多吃点啊。吃点。我吃了来的，我吃了来的啊。来，这是牛肉，这是牛肉，多吃点啊。以后不要省钱，知道吧？泡面没有营养。嗯，吃那个比较方便一点。你看你才二十多岁，在找身体呀、啊。吃饱没有？吃饱了。不好吃啊？太好吃了，你做的。真的？嗯。那先喝点水吧。谢谢。嗯。这样嘛，要不我们不去敲核桃吧？因为很多粉丝不是老是叫我去给你买那个衣服吗？正好带你去。真的不用了，而且那边老板也对我挺好的，我每次都这样走的话也不好。没事，我们很快就回来嘛。真的不用了，不用麻烦你，而且又不能乱花钱。我有点心意，没关系的呀。哎呀，真的不用了。确定不去吗？不去。那好吧，好吧。那晚上我再来找你哦。嗯，没事，你先忙你的嘛，忙你的。哦，好吧，行。好，你好。看一下，给谁选衣服吗？嗯，看一下。嗯。是给你的女朋友选，还是给你老婆选呢？没有，我先看一下。嗯，帮我看一下。是你，是这个女的。啊，这女孩子好瘦呀，身材好好呀。你想给她选裙子呢，还是裤子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所以说你就帮我选一下。这些她都可以穿吗？这些她都可以穿。因为她比较瘦，还有这些裙子，她穿上都很好。这个裙子的话，她是衣服，太不舒服了。那你可以给她选一个裤子之类的嘛，或者长裙。你帮我推荐一下。对，这个是 T 恤啊。对，这种很清爽，穿上。本来就适合他，比较他年龄也不是很大嘛，穿上这个很乖的。那么这件给我打包吧。这件不错哦。这个也适合他穿，这个颜色比较清楚。这做你女朋友真幸福呀，你那么好的。没有啊。这是阿紫莫吗？好像。阿紫莫。是他。再去看一下。到哪里去啊？就在里面吧。阿德莫，阿德莫，阿德莫，我看到你在里面，你开门，你不开门的话，我不走了啊、哦，开门。找到这里来了，我跟你来了呀。你住这里的吗？嗯。你住这里的吗？怎么你这么胖啊？没有。你没有什么东西啊？啊？你没有什么东西啊？我没有什么东西、啊。我看一下。你们怎么了？没事。我进去看一下，我就走了。
我今天给你买的衣服。哇，你买这么多衣服干嘛？为什么都有这么好？没事嘛，我自己买给你的呀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你拿去退了吧，我家里面都有很多衣服的。没事，走。来，大壮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是谁欺负你了吗？我知道你一个人很苦，也很累，也没人能够理解你，爸爸妈妈也不在身边，但是我真的把你当朋友、当妹妹一样去看待，希望你遇到什么事给哥说，开门，听话啊，有什么事哥帮你扛着。怎么了？嗯，谢谢。没事，到时候试试看能不能穿，不能穿我就退掉，啊。嗯，好。对嘛。